冠名的，不好意思。跟 Aircon 的有什么不同？ Aircon 是人工化的，这里是自然化，人要从上自然。因为人是从自然来的，不是从人工，人工化的。这里比较好啦。这个当然了，当然不要像这么冷。这里比较好啦。你要看啊，不要像这么晒这么热。然后这水都跑了。